来问问姑娘准备的如何了。姑娘，那要是都准备好了，我去告诉公子。现在心中可有忐忑？说实话，一会儿要在那么多人面前拜堂，真的很紧张。没事儿，一会儿你蒙着盖头呢，大家都看不到你。也是。哎，小池，我怎么没有看到宫里的烟火工匠啊？今天不是有烟花表演吗？啊、哦，没有了。师姐，成亲之前我也有很多幻想，一生只有一次，一定要极尽奢华才是。可是现在我觉得，两个人能真正走到一起，就要耗费所有的运气了。莫倾城也未封号，所以婚礼就按民间习俗操办。你说的对，也许真的遇到了心上人，就觉得有他就够了。来，师姐看看。师姐，等你和靖王殿下成亲的时候，肯定比我好看。我这猴年马月的事了，再说了，我跟着他，我能填饱肚子就算是万幸了。咱今天不提他。师姐，那我今天好看吗？好看呀，你不仅好看，你还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这世间一切美好，我们小池都配得上。